又是说睡就睡，马上开始，这不耽误事儿了吗？咋了？你干嘛？我来换衣服啊。你给我换衣服了？啊？怎么每次我起来你都趴我身上？废话，你总是在车上睡着，安全带又不系，我不得给你系啊？发布会马上开始了，衣服还没换，我不得给你换啊？你可以让我自己醒来换呢。你换啊。